Yes, I will hold. Thank you. 好的，我跟你一起等先生哈，大约是10分钟，可能不会那么长的，麻烦你耐心哦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这么耐心等待。其实刚才我已经成功的跟办公室的医生办公室的人沟通了，没问题，我可以给你啊，就是把这个生效日期给你回溯一下，然后麻烦你等一下，我要现在可以着手给你处理了。OK，thank you，谢谢你啊。